十一点热炒店胸高差，不呛不辣不上桌。台湾的演艺圈每年哦上百位新人，嗯，啊一年一年过去以后呢，就感觉有一个过滤器，有一个筛子啊，对，啊能存活下来的呢就越来越少。嗯，那演艺圈又有一个特性哦，你这一格没上，你不是退回原点，是在倒退两格。倒退两个，然后还要再起来。所以每个大哥大姐呢，能够有今天的地位呢，得之不易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也是从绿叶开始。对呀，嗯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得了了，利用这个机会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演艺圈目前已经很优秀的绿叶，他们未来能不能成为一哥一姐？能不能崭露头角，就要看今天的表现了。是，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评审团，还有我们的资深制作人小梁哥。哇，厉害了，不得了了！还有我们的金牌经纪人孙总。我们两位哦，评审真的太有代表性了。孙总，对不对？是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，台湾的演艺史上呢，完完全全就是教父等级了。对，真的，反正能够当上巨星都是苦过来的啦。我们今天来的确实都是很优秀了，是，也是我们近年来哈，算是在我们演艺圈的一时之选，可圈可点。参赛之前，他们心情压力一定很大啊，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评审长那个孙总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后面的人说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哎呦，反正长得已经不够好了，就是要努力。所以丑人也能出头天吗？你都可以啦，真的还累啦。我们参赛者在后面呢，现在心里非常的忐忑不安。是，我们就依序呢介绍出来给大家认识一下。来，我们第一位参赛者陈大天。来，玉哥好，来来来，评审长们好。他是唯一一位需要来场中央访问一下，其他就等下就坐在访问。为什么呢？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没错，正常他也不会来参赛的。应该也在，一定是有事要分享给大家，有事情要宣传。在节目播出的当下呢，应该只剩下9月7号的高雄场，以及9月27、28的这个台中场。我们的果头剧场穿越门中门的演出，有黄家谦、黄尚和、凯尔、卢以恩、L B 以及我，讲述的是一个2044年的应招女郎，穿越了20年，回到了2024年，透过一扇门而揭发了一起密室杀人案件。哦，那为什么是要设定为应招女郎呢？因为应招女郎比较能够自由进出饭店嘛。有些人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啊，才会用这样的故事，用他的角度去把整个案件这样串起来。OK OK， 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啊，现在剩下的是高雄跟台中，台中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来热烈支持一下我们这个国产的舞台剧。没错，这个票房演员都是一时之选。对，谢谢。穿越门中门，穿越门中门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果头剧场《穿越门中门》。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大家啊，相信大家等一下会有精彩的表现啦。谢谢。好，继续。我们来继续欢迎我们的来宾们，再来我们要欢迎阿虎，来，耶，阿虎，阿虎，哎，阿虎上次来弄那个魔术很厉害，读心术，读心术，那个读心术很厉害，对，等一下有机会再请他表演一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接下来，张文琪，哇，厉害厉害，文琪，文琪举起来，好。来，下一位，深深。哦，新生代的啊，是哦。大桥头，大桥头，赞了。来，我们最后一位参赛者，卡古，卡古，赞了，赞了。对不对？刘德华来了，刘德华。脸好大，中枪了，德华来了。鼻子好。哇，这几位啊，你看我刚刚说很优秀，绝对不是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，每一个哈都算是一时之选。那文琪都已经是准红花了，今天算是委屈你了，来哈。对，我文琪好久没来了，真的，我觉得有种被骗来的感觉。谁骗了你？不是，可以直接讲出来吗？谁骗？他单独被邀约的时候不觉得被骗，他是坐下来看看左边，看看右边。真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。但是我们非常礼遇你啦，让你坐。
座的位置还是红花的位置？ C 位 C 位。这个通常在私底下比较难有这样机会啦。哎，对对 对, 对，就很少就是有男性坐在我旁边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四周都是哦。我纯粹是来享受的。还是你去坐那边，我们表演给你看好了。啊、好，我们先请他们聊一聊啦哈、嗯。听说阿虎有感而发，对对对，有什么故事要分享？人生这个为了综艺这个付出最多，因为导致我这个食物中毒，哎呦，然后全身皮肤溃烂，嗯，但是同时这个那你现在还没好对不对？对，还没好，还没好，还在烂，还在烂。照片是怎么回事、啊？烂的是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跟王世坚会同框啊？我也说、啊，阿虎是你啊，就是这个节目叫我去那高雄，有没有？然后那时候我扮王世坚，因为他一直就死都不跳爱河嘛，对不对？死都不跳海，然后就叫我去，然后那个本来就是想说只是做做效果，可能碰个水，镜头剪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、蒙太奇一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刚好那个主持人是玉林哥啊、哦，好不好？我想说你都来到爱河了，他怎么说服你的？不是他一个人说服还不够，重点是现场有20台 SNG 车捧过来，然后我们才刚到现场一下车，好压力啊！然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委员，然后就说你要跳了吗？”然后那个玉林哥就喊了一句：“他已经被逼上烤火架了，没错，对不对？”讲了一句：“坠入爱河，我就跳了。”我根本没有准备，使命感。他一直在挣扎犹豫，对阿虎。你在演艺圈浮浮沉沉这么多年，要成功就靠这一跳了。对，玉哥是真的吗？真的 ，absolutely， 坠入爱河，下去了。好经典哦！然后回去之后就直接食物中毒，然后皮肤溃烂。对，喝到水就一定是。Oh my god！ OK OK， 非常的辛苦啊，孙生，你应该没什么辛苦的事吧？你最辛苦的是应该讲我们那个外景节目有够瞎的，有没有？哇，跟玉林哥一个外景节目，然后我们那边哇玩水弄很湿啊，那么大法师涂放头上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你的柔软度还蛮好。你看这节目瞎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逆来顺受。不是玩了一整天。有一年我接到一个邀约，然后呢就拍了。3集吧，然后都一整天呢。对啊，也没播出啊。然后到了最后呢，厂方代表来的是一个女生，请我吃饭，我就说你这个要在哪里播？对呀。他说我这个没有要播，你们要播？那你为什么要做？我们都拍3集啦，可是他钱付很多。哦哦。我说那您是啊，我单纯是喜欢您。然后后来这个节目就没有播，但是我只知道我钱拿到了，你钱应该有拿到吧？有拿到了，就 OK 了吧？ OK 啊，有钱来就好了，有钱就好了，吃顿饭吃顿饭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，不要播也好，那都太瞎了，那整个的节目的流程，下大雨，然后在游泳池里面玩游戏还打雷，小吴又差一点被雷打死。OK， 好，今天呢那个大家来参赛呢，就 keep 住这个热血的精神，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啦。来，我们第一棒就要邀请阿虎出场。阿虎，哇哇哇！哎，第一棒就是强棒。上次在我们谐星大赛里面那个魔术表演，哇，技惊四座，创下高峰。后来我也反复看袋子。你看歌哈，永远哈，就是不断的在与时俱进。你那个读心术我也会，你会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可以读 Melody 的心。弄来，随便讲出5位艺人，我可以跟他同步讲出一模一样的话。5位啊，我一位，你5位啊？对，没有，你就连续讲5位，一个一个讲。来，准备读 Melody 的心，开始。郭富城，郭富城。再来第2位，外国也可以。刘德华，刘德华。来，你来，你读没了你的心，题目你出，给我一个女艺人的名字，国内国外都可以。哎，先让我知道国内国外，国外，国外 OK， 来，英文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英文，一二三 ，Taylor Swift，Taylor Swift， 泰勒斯，泰勒斯，各位，泰勒斯啊，你快，你要带什么魔术？真本事，真本事，绝活，真本事，今天要带一些新的，好，新的，新的，好，来，严肃了，好，来，请就位。严肃的，阿虎带来的魔术表演，来，阿健老师。好的，其实我现在心情非常五味杂陈，因为本来读心术是我表演的分量其中之一，现在因为先演掉了，对，那我们就接着演下去。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来互动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先把这个预言放在这边，再来我们请大天好了，我来问你，对，来我请你吃水果，好，香蕉跟
苹果，你想要吃哪一个？我要吃苹果。苹果，先说我们没有算到，对不对？啊，严格说来，各位没有哇，预言在这边，他选的是啊，不会吧？我掌声鼓励，没有算到，这被你掉的准准准。好，再来，厉害了。又是一个预言，哎呦，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，是两个，没错。我先放在这里要预言，好。那首先我要先请出一个道具，这个道具呢是一台 Lomo 相机，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张文琪小姐，哦，文琪文琪，麻烦。这个其实我已经昨天用这个相机录音 Lomo 相机呢，对，拍下我们两个的预言 ，OK， 已经放在里面了。哦，这就是属于你的预言，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为了证明这是属于你，先帮我签个名好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帮我签个名，来，顺便看一下张文琪的签名长什么样。世界独一无二的。哎，这怎么弄？你好，你真的是节奏杀手，辣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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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这个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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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，张文琪小姐，不电怎么会叫电笔？就这样，对，请回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预言是什么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按个电笔，他就要打我，你知道，很痛。对，各位，怎么了？预言来了，打到我，身体都红了，五爪印。但是各位，对啊，我肚子好大啊，我早就预言了，掌声鼓励。谢谢，表演完毕，谢谢 ，Bravo， 谢谢，好，可以，垫底，好，这个表演可以得到几分呢？我们请所有的评审机、评审团们，请举牌，来，可以，好喜欢这个表演啊，好赞哦 ，Nice， 来，现在关键就是我们两位啊评审长啊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来，我们先看看，来，小梁哥给的是几分？一到五分，给的是三分。哦，来，我们孙总一到五分给的是。啊，好严格！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算脾气好的人，但孙总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性情中人。他看你这套表演，他应该心里面有很多拳拳叉叉。怎么说？那一到五分给零分，这个是。这在乔杰利的评比，你已经被我踢出去了。哎呀，糟糕，不能参加566。真的啊，这完全投机取巧啊！难怪你当绿叶。小梁哥，给三分。三分啦，那我觉得 OK 啦，因为这个其实那个笑点都是有啦，有，那魔术的技能是零嘛，对不对？那笑点其实都有，所以这个是给魔术技能的分。对，你给我一个数字，零到九，给我一个数字。来，你给他一个数字。六，我没有算到吧？对。OK， 好，喜欢，带给我们很多欢乐。来，我们之后他们统计一下啊，好，得到的分数12分，12分很高哎，恭喜你。那真正要感谢后面的评审。非常感谢，几乎是一致通过，对啊，好，谢谢阿虎，谢谢。